嗨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现在人在这个桃园机场，等一下就要出发去昆明。刚刚吃了个海南鸡饭，不错不错不错。上飞机前先吃顿饱的。其实，靠，真的有点紧张哎，因为这整个过程感觉很梦幻，你们知道吗？没想到在偶遇上面遇到一个女生，然后就真的飞去找她，这个感觉很梦幻，而且也很紧张。因为在网上见面嘛，在视讯见面会比较没那么紧张啊，比较能够聊嘛。那我现实是个女生，我要把你就有点社恐，社恐。这他妈太悬，就不知道见到面的第一个感觉是怎么样，还有我们会怎么样的相处，干这些都很期待，而且也是算是一个，因为我昨天生日嘛，25岁了，那也是一个25岁的全新的旅程。好，刚坐了一个多小时的飞机，然后先到了福州，一个中转站，还要等大概2个小时吧，然后再从福州飞去昆明，然后好像晚上7点才会到，到达昆明了，各位。现在这边才15度而已啊，刚下飞机，然后因为牙仙他刚下班，然后他说会来机场接我，所以我会先在机场等他来了。等一下看看昆明机场有什么好吃的，先吃点小东西，肚子有点饿了。不过空气蛮好的，目前感觉挺舒服的。拿到行李出来了，给你们看一下昆明机场。出来之后就长这样，就很大了。哎，这边有一个好像不错的果汁。OK， 就坐在这边等牙仙到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嗨，牙仙。嗨，早上好。早安早安。昨天那个。我们到了昆明之后太累了，然后昨天就好好休息一下，今天正式出发。来，我们今天要去哪？先去吃东西吧。吃东西，吃什么？吃一个早餐，就是一个上次我发给你看那个米线，很美味的那个。你说中间有火锅，然后旁边那个不叫火锅，你为什么要说那个是火锅？那中间是什么？它就是一些小料啊，中间那个是汤。然后先去吃美食。哦，我要看那个海鸥。那个要下午可以去，对，因为我昨天滑抖音看到一个海鸥，干超级漂亮。OK OK OK， 那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房间，很乱很脏哎，我都已经是避免不要拍到了。你这个人很差劲耶，外面都长这样了。哎，老实讲，很烂哎，能不能不要？老实讲，我第一次来昆明，这个感觉跟我。之前跟我家人去深圳的感觉好像是差不多，真的差不多，就好像没什么特别变，但是今天就好好的吃东西相处一下好不好？好的。那阿廖幽静吗？不要。啊，我拍你今天的样子。不要。啊，没有，要稍微露一下。不行。可以的。不用不用不用，谢谢。那我们出发。女主角到了，那我们等一下直接。出发，我们昆明之旅正式第一天。那刚刚牙仙其实一直要用美颜，你对，现在才愿意换回来。我刚刚那个美颜，看吓死我哈！出发。那我们第一站午餐来到了这个云县楼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云县。那这个是牙仙啊，你说这个是很好吃的米线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这条街你是说这边都是？是晚上。然后观光客都会来这边吃，因为这边吃什么都有。对，它就基本是一欧米线一欧的小吃。就我们等一下就是会这样子吃。好，那我们直接进去。Hello， 两位。
等一下，是说从这个开始下吗？海鲜客栈去。哦 ，OK， 我这筷子好长哦，鱼肚是这个。哇靠，这个很有抬头，很有料。就这样子下。这个是菌，火腿，鱼。那它这样子会熟吗？是那个什么黄金什么汁，要补一下，太超了。它的汤，它很鲜甜，不错。然后米线，因为它所有食材都是马直接倒进去。它的米线是我吃过最滑的、最脆的，就是。它的那个口感脆很爽，对，就不是那种很软的。这个是那个甜点木瓜碎，这个是最有 feel 的。最有。哎，但为什么它的木瓜碎没有木瓜？木瓜就是这个白色透明这个东西，叫木瓜粉。不是木瓜粉，看我以为是真的木瓜哎。是不是？啊，然后它有很多什么葡萄干。靠，走到一半，他突然说要陪他买运动的衣服哦。在他在换衣服，看等一下，偷偷拍他一下。这个试了一下就直接开买了，有料有料有料，抢！他看看这个泡泡玛特跟 Hello Kitty 联名，都受不了了。我现在没什么关系。马上买了两个盲盒去抽啊！哇，这个它是购物狂，购物狂！哎，看这个有料，火影忍者，有两个形态，然后哎，可是那为什么没有？这个是鸣人吗？哦，对，这个是鸣人。哦，这个是走尾状态，抽一个好不好？就这个，好，开拆，是这样子拆没错。哎，我第一次真的是人生第一次买这个东西，God， 这个就是太白。好，那我们刚刚逛了一个商场，就陪他买衣服，然后买泡泡玛特的，然后现在我出发翠湖。OK， 到达这个翠湖。我只能永远如此。对，哎，看一下。哦，哎呦，不错。哎呦，不错。哎呀，你又拼了，快走，你看。哎呦，不错。好啦。这也没什么东西了。直走，你不要走哪边？直走，他妈幼稚！我只能永远如此。要吗？喜欢吗？别尬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谢谢，谢谢。真的很土哎。哎，你说他吗？对。太坏了。你能不能小心一点？变了，不是，是骗我来翠湖。你他妈自己想来的、啊。哇，好漂亮啊！你看，哎、欸，来这个位置，哎、欸，你看，来拍我一下。哎、欸，可以可以，别动，给你照一张。我只能。好了，好，下来。带你去有一个花的地方。走得太快了，我追不上。哎、欸，我说我应该要拍拍你。不要。不是，你只想当场景。嗯。因为雅仙他说他在户外，他说他自己的妈的，所以我雅仙雅仙的，因为拍 flow 这是很自然。我想尿尿，这个路径。你想尿尿，来尿吧。他妈的，
那边花墙可以去拍一下。我们走了半小时，终于找到有料的地方。好土，那个土林也有。翠湖真的很土啊！你给我到哪了？哎，有乌龟哎！是真的吗？巴西红耳龟啊，是真的吧？是的，哇，好恶心啊！啊，乌龟，乌龟也恶心。那好像那个什么仇恨的地方，这个。那你给我求一下。我来给你拍点照吧。你好干呀。如何可以吗？不行，你不适合这里。帅吗？我这边不帅，有点尴尬其实。好了，走，离开了。不是，我怎么感觉这个翠湖好像也没什么车。哎，好，我们下一站来到这个叫什么海埂大坝？对，正池吗？滇池啊，滇池啊！我看那个抖音，那个海鸥超多哎，哎，有很多海鸥，有很多海鸥。要等一下别人会喂的时候，它才会飞过来。而且刚刚在这个咖啡厅，我超白痴，我把那个麦克风放在那个桌子上，然后忘记拿了。所以我现在是没有麦克风的状态，所以收音可能会比较差。QQ，QQ 是什么意思啊 ？QQ 就是伤心。哦、oh. ，都怪你啊！到底怪谁？哇，好恐怖！我想过去。哇，好有 feel 啊！等一下，我们应该可以看 sunset。sunset 是什么 ？sunset。sunset。sunset 日落呀。好、oh, 日落。你真的有够土。他干嘛一直呜？他在吆喝这个海鸥过来，懂不懂？我想说点土。哈哈，什么都土。别叫。叫。懂来的人呢，都是来这个滇池，而不是去翠湖。你滚啦！然后是没有海鸥，现在就是一阵一阵的，它是一阵一阵。哎，来了，来，坐那边比较多。好晒呀、啊！哎，来，很多。对，然后它就是很多一种白色，然后还有老鹰，黑色，干超帅。然后你说海鸥是从哪里来？西伯利亚。西伯利亚，那它为什么飞来昆明？是什么？取暖。哦，取暖。啊，就是迁徙那样子，然后会飞回去，等夏天要飞走。那等一下，我们就是看完海鸥之后，还要等日落吗？要。等日落看完，然后再去吃，晚上吃个好料。OK。吃什么好料？是云南菜。对，云南菜。哇，这边真的很舒服，而且是很大一片海。这是滇池，不是海，是池。哦，池好。那现在目前。先把滇池排在昆明第一地方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去完滇池了，看完这个海鸥了，我们晚餐吃一个云南菜。对，那现在菜三的差不多。薄荷炒牛肉，这个是叫黑三剁，就是配饭吃。然后再点了个菜，我们原本还要点那个。卤鸡，可是他说卖完了。对，因为我们就只有两个人而已，也怕吃不完，所以只能点这样，然后再配个白饭啊。但是很够了，因为我相信这个牙仙说这个是如何下饭菜。OK， 一口薄荷炒牛肉，然后这个饭一口饭，我靠。好吃吗？它的云南菜牛肉片呢，很硬。这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炒的，配上多配饭蛮好吃。我只是饿的时候吃什么都好吃，真的不好吃吗？就是正正常常。它就是家常菜啊，没有什么特别。幸福、啊。不为观众吹捧。来、
好，关东盛世。那我帮你玩。然后他说他现在很可爱，要拍一下。好，拍拍。他刚吃几口菜就做饱了，剩下都要我接手。哦，好爽！还有弟弟，他都会说我故意截他丑的照片，然后发出来说我很心机，我就觉得很委屈啊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这一整天结束了。那也买了礼物了，最后挑了一个黑色的，然后现在赶紧回饭店开直播。